要装嫩的人。嗯，是呀，算可以。请问你第一次来阿里山有什么感想？饱，吃很饱。有，也吃很饱。我来两次了，我一样是吃很饱。有饱，那怎么办？为什么回答你？你要就说跑。这个就是火车，这里这里。跟你的。蒸汽火车。开放参观时间。这里面有那个蒸汽火车。先上装的蒸汽火车。哇，你看这个这么大的模型呢。是恩龟了吧？恩龟啊！独立山螺旋登山铁道模型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看起来是恩龟，这个火车是这样一直这样卷瓜鸟，卷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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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阿里山，你看。有没有很厉害？镜子不行不行，它这里是镜子攀爬，我们只能在这里拍照就好了。你看这个火车头，哎，你看，哇哦！直接列无线列车，无线列车。等我们下，等一下，哎，这是那个邮局的车子，是错了。29号，我们等一下来那个。这个是18号。对，我们等一下来拍拍，好不好？里面好恐怖哦！哎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我们来拍拍，拍拍，快快快快，拍拍！行哈，无线列车的要那个，你要去摆出那个鬼杀队的招式啊！鬼杀队招式，1913年了，他几年？他几岁了？1904岁，对不对？他马氏呢？怎么办？过了那个吃饭时间嘛，还是已经卖完了的。噔噔，卖完的话就只能去买战俘便当，那看起来不错吃啊。不想吃了。是啊，反正老板已经在收，在收拾了。到底还有便当吗？还是没有？哎，老板有在炒菜，有炒菜的动作。排骨和鸡腿。排骨鸡腿哦，一鸡我一鸡两排，所以我们就你就随便买就好了。他们要买几个？我三个，他们两个，你一个，阿布一个，买七个。四个排骨，三个鸡腿啊。四个排骨，三个鸡腿。四个排骨，三个鸡腿。四个排骨。对，三个鸡腿。带走。带走。对。四个排骨。对，三个鸡腿。应该不用汤了吧？好，有辣椒吗？
不是看起来像只猴子？对啊，那个明月线，从那个一讲二零三有个饭店，而且还走进去，一直到从天桥走进去，然后会走到一个断掉的明隧道，之前有登山客在那滑下去。是啊。来回大概来多少？10公里啊！好，算了。然后进去的时候在一块看到云彩，超漂亮。看到什么？云彩哦。你没讲，你今天算带我们来的嘞。你再讲再。啊！快点快点！你以前来这边这样想，你是司机就可以不用钱。我也今天我也算你的客人，好不好？对啊。现在没有客人。啊？我现在外国比较少啊，外面都有人探头探脑。所以他排队是正常的。对，上午时间。哦。有些时候还好，那时候有一些司机会在吃。哦。他很多是开到夜间站服的。现场，这一间是现场，所以要等很久，等比较久。菜可能中午没有吧？现在可能。有。这边是卖便当的，可以看到对面有的停车场。人家就类似那个金瓜石那个旧医院那个停车场一样，要在地的才会，或是有门路晓得的才会来这边停。还没有吃过你们的东坡肉，来了很多次。都只剩下排骨跟鸡腿。来，加个鸡蛋。这一盒给我们就好。所以你来这边也没吃过他的东坡肉。他东坡肉150。150啊？老板，东坡肉是最近才有的吗？东坡肉是最近才有的。我来很多次了，那个每天6日才有。哇，台湾黑熊嘞！不知道真的还假的。有人在吗？但就先坐着等着也可以啊。你看黑熊，你知道真的还假的？真的，这应该是标本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它的眼睛是透明的。对，只有黄玉那眼睛那么长，还是标本，一只跟关角。所以有证书表示真的假的。羚羊坐标。所以这次是真的呀？应该是。哎，它有生命，那就是标本。标本，它有证书的呀。嗯。这应该算小只的吧？算大只的。真的很漂亮啊，这个很优雅，那个是和氏港，另外一间是右手边一个阿密特，这一间阿密特，优雅跟阿密特。来，等一下你们两个先选哦。好。对，来这边等一下就可以吃便当。下来喝茶，对对。我们一楼是卖茶。好，谢谢。优雅就是刚才看到的。快点来。哇哇
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阿米特。阿米特，你要选一间呢、啊？看你哪一间。可以滚来滚去，好像这一间比较好。你问阿妈，你问阿妈喜欢哪一间呢、啊？好、哦，反正囡仔耍落好啊。哦，来最近佚佗，阿恁在困的时候，家己先困好啊。上去玩吧。上去应该不用穿拖鞋吧？我要水车到那边吗？把水车到那边。好，来水车。停了吗？再换了。我晚上去陪姐姐睡就好了。不要，姐姐。在旁边擦。哇，好紧张啊！所以我们也在呀。来，擦我，我们互相不要给对方。晚上是睡这边，对不对？对，刚出来的你看你姐姐，晚上我睡这边，你们两个睡那边，爸爸妈妈睡那边。变成六个人进来，我们也放后面。对啊。警察林检、啊，警察林检啊？干嘛？你几岁？十八岁了没有？还没，肯定没有。那个说谎，先抓出去。